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IOS TV。 好，那今天的教学呢是要来介绍如何从 Pixabay 这个网站下载免费的图片。好，那这个 Pixabay 呢，它用的图片呢都是自由版权下创作共用 CC0， 它是 CC0 授权的，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来使用。好，那我们首先你要在你的网址列打 pixabay.com， 好 pixabay.com 打进去之后按 Enter， 它就会到这个页面。好，到这个页面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搜寻你想要的图片。那我们想搜寻台湾。然后我们按这个放大镜的图案，它就会列出所有跟台湾有关的图片出来。好，那比如说我们想要这张中正纪念堂的，好，我们可以点这边免费下载。给免费下载之后呢，这边会有四种解析度让你选择。那640×423是最小的。这边右边有它的那个档案的尺寸，跟那个它的容量多少。好，那480×318是最大的。它的是 3.7 mega， 那我们点选1920127，好，我们按下载。好，那如果没有注册的话，就需要输入验证码。我们就照它的图片来输入验证码 ，ANENDSIL， 好，我们按下载。好，那它就会下载到这边，我可以点一下，在资料夹中显示。好，它就已经下载到这边来了。它写1920，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尺寸，1920×127，然后是679 KB。好，把它先关掉。来，那另外一种方法呢，我们可以在图片上面按右键，然后另存图档。好，那另存图档到这边，那它的就是比较小的，是960×720的，可以把它按存档。好，我们就点一下这个上的箭头，好，在资料夹中显示，它就存到这边来了。那这边可以明显看到它的大小是213 KB， 比刚刚这个还要小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按右键储存的话，是储存比较小的尺寸，它是没办法选尺寸的。好，那1920这个呢，你可以按右键。那你想帮它设成桌面背景呢，就直接按这个就可以了。设成桌面背景，按左键点下去，就会把你的桌面置换成这一张。好，那我们再重复来一次。好，首先呢，先在你的浏览器的网址列输入一下 pixabay.com， 再一次 pixabay.com。 好，那它就会到它的页面。接下来我们输入想要搜寻的图片，比如说花，
后按这个放大镜的图示，就有很多的花的图片出来。好，那就我们选择一张，这张。好，那它这边右边会有显它是 CC 0 Public Domain， 然后可以做商业用途。CC 0 Public Domain， 然后可以作为商业用途，也可以不用署名。好，所以它可以免费使用。来，我们点免费下载，这边会出现四个解析度让你选择。好，那你就依照你的需求呢，如果要桌面的话，可能要选择大张的，可能要2121或是1920这一个。那我们先点选1920，然后按下载。好，没有注册过的时候要输入验证码。好，将验证码输入进去，按下载。好，那就会跑出来了。等一下，在资料夹中显示。好，那就会跑到这边。好，这个看到是1920的解析度的。好，那它的大小呢是 419K。好，把它关起来。那另外一种方法呢，就是按右键，图片按右键，然后另存图档按左键。好，把它另存图档的话呢，你可以指定下载的位置。那我们一样是放在下载这边，这样以后比较好找。那可以看到它的解析度是960×720的，是比较小张的。好，我们一样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在资料夹中显示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一张是141KB 的，那这张是419KB， 所以用右键另存图档的话呢，它的解析度是比较小的。好，那有图片需求的呢，就可以来这边 Pixabay 这边来找看看。那你也来试看看吧。好，今天解说到这边。